苏知礼探话喜欢优雅清静，所以今日特请了两位陪客。这位是成化十二年两榜进士第三名，这位是粮务大臣崔大人。李大侠文武双全，久仰久仰。旁边那位是孙小红。幸会，幸会。风月山庄赏月大会，一别也有三年了。这三年多来，除了多喝几坛酒之外，一事无成。不像上官帮主，将这金钱帮处理得有声有色。我听金兄说，光是钱庄就有200多家。一不可打家劫舍，二不能穿墙越户。帮众人又多，不做点买卖，怎么养活他们呢？ 啊，帮主可以上酒了。哦，上上。寻欢兄，河南上等的状元红，30年老窖，还可以入侯吗？上官帮主太客气了，请坐，上酒。 崔大人，请您慢用。李大侠，请慢用。目标清楚了，记住，合力围攻，消灭目标，绝不可被生擒活捉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走，上。哈哈哈！海量，论酒量。 寻欢兄可以说是天下第一，论武功，我被白小生排在第三，落在上官帮主之后。说来惭愧，这么多年来毫无精进，只怕要落在十名之后了。寻欢兄太谦虚了，金兄，坐下来喝一杯啊！不不不，有李大侠、孙姑娘、崔大人，还有上官帮主在座，在下绝不敢做，绝对不敢。 这是他该守的规矩，那我敬金兄一杯。遵命领受。好酒，请。 李大侠，在下会为这件事情负责，日后定给李大侠一个交代。金兄无需自责，有人为民除害，那不关你的事，怪只能怪上官帮主请错了陪客。你说为民除害是什么意思？10个管粮物的，有9个该杀，另外一个杀了也不算冤枉，只不过人命发生在这里，对上官帮主可不太光彩。 这个样子，属下自会全力查个水落石出。方才金兄本可捉到一个活口的。是啊，你只要左手一伸，就可以逮住他了。在下这只左手，从不会碰这种下流胚子。蒙面行刺，在江湖中也算是下五门。
过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威猛悍将金无命，在背后杀人，也告明不到哪儿去啊。哼，我也不愿意背后杀人，是他自己用背对着我。好辩才，好辩才。大哥，我看上官帮主还有许多后事要处理，我想我们先行告退了吧。虽然有些扫兴，倒不减这30年陈年老窖壮游红的风味。上官帮主，剩下这半坛我能带走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改天金虎再另设酒宴。只要有酒，你天天设宴，我天天到。走。真让我丢尽面子。帮主先请回，这里有属下料理。小侯，你能不能坐下来停一会儿？你这样晃来晃去，晃得我头都昏了。是你酒喝多了，头晕了。我酒喝得越多，头脑越清楚。可是今天这个局，我是始终解不透。大哥，你休想瞒我，其实你早就看透了。刚刚四个杀手飞身闪过，刀光剑影，你一手酒壶，一手酒杯，纹风不动了。因为我知道那些杀手不是冲着我来的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。李相公，休息了吗？怎么有人找我？这么晚会是谁呀？小红姑娘。是掌柜的，请进。啊，掌柜的有事吗？啊，李相公，方才锦衣卫来了十几个人，说是请二位到衙门去问话，后来住在南乡贵宾房的杨姑娘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挡走了。不过那些锦衣卫平时如狼似虎，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杨姑娘面前倒温顺的像个家猫一样。杨姑娘应该是位相公吧？不是，姑娘跟姑娘要标致的大姑娘，这会儿已经备好了酒菜，说请二位过去坐坐，还特地让小的来呈上了拜帖。掌柜的，请代为转告杨姑娘，待我更衣之后立刻就去。杨姑娘住在南厢一号上房，我先告辞了。告辞。我说呢，世上哪有哪个男子长这么俊美，原来那个什么杨金红就是杨业女扮男装的。这位姑娘近几年在江湖上倒是小有名气。大哥，可别说是小有名气，而是大有名气，轻功绝顶，无人能比。他的追星望月十八连步，就连日行千里的黄骠马也都赶不上。他的身形恍如惊鸿一瞥，因而得名的。哼，我知道他的来历。哦，走。既然有酒，我们就不能缺场。更何况又有美女在座，听阿飞说，有生以来没见过如此美的女人。哦。阿飞见过他吗？见过面的样子。哼，这个臭小子居然在你面前说别的姑娘是美女。大哥，美就是美，我是不能跟别人比的。小红姑娘，小妹先要向你们请罪。小妹有时穿着男装以图个方便，并无欺瞒之意。令尊生前曾是潭州飞龙镖局的总镖头，也是江湖的老前辈了。在镖局混只不过图个温饱，不提也罢。两位快请入座。请。杏儿，我说你是个姑娘，你还撅嘴生气啊？嗯，你是叫我丫头我才会生气呢。我从8岁就跟着我们家小姐，
他又教我读书写字，还把我当作亲妹妹看待。哎，对了，刚刚在阅兵楼送酒的是你吧？对啊，当时我赶到阅兵楼去看看上官惊鸿到底摆的什么鸿门宴，谁知道你们只谈风月，我觉得没兴趣就走了，哪知道后来又出来四个刺客在捣乱。是我叫杏儿去的，上官惊鸿这个人太诡诈，金无命又太阴狠，我对这种人永远不信任。来，我敬二位一杯。好酒，好酒。九星九侠，这小妹倒要考考你。杏花村的竹叶青，而且是用净泉泉水酿造而成的。真是难不倒你。想要难倒你也不容易。三个同音不同意的字，都问大明江山。你居然测出同样的结果，真是高明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感谢你为我排难解困。听掌柜的说，休提休提。小妹在武林中算不得什么，可在京城除了大明天子，小妹都可以拉上一点关系，攀上一点交情。交友广阔，真是名不虚传。我敬你一杯。来。哎，对了，杨姑娘。你认识阿飞吧？见过见过，干干净净，秀秀气气，可动起舞来剽悍至极啊。孙姑娘，阿飞可爱你爱的要命。李大侠，你这个做大哥的不成就好事，反而从中作梗。从中作梗？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这种事情必须要两情相悦，不是我李寻欢说了就算的，更何况他们两个人我都是百般的疼爱。哎，可是孙姑娘心中只有你李寻欢啊。不不不，这话我可要说清楚。我是看大哥孤零零的，身边没有人照顾，而且他又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只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他，我随时都可以离去。听见了吧，孙姑娘是可怜我同情我。不谈儿女私情，谈点正经的吧。李大侠为什么要惹上金驸马这件麻烦事儿呢？杨姑娘真是耳目灵通啊。哼，京城没有秘密，昨晚皇上临幸哪个妃子，今天市井小民都会知道。李大侠，依我猜想，你生性争强好斗，越是困难的事儿越要往肩膀上揽，是吗？我自认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德安公主绝对不相信她的驸马是卷款潜逃，而太后也是同样的看法，伤痛欲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推辞也推辞不了。另外一方面，让我非常好奇的，就是那250万两白银，如何从库房中运出去？这件事情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整个京城像煮沸的汤锅。东西二厂加上锦衣卫，最少也出动了上千人马，可是连个影儿也找不到。照常情判断，这是极不合理的。只有两种可能。哦，我倒要听听杨姑娘的高见。一是，根本没有这250万官定，有人亏了账，拿金驸马背黑锅当替死鬼。二是，金驸马懂得奇门遁甲，五鬼大搬运。杨姑娘。我从来不说一些奉承别人的话，更不喜欢拐弯抹角。请问，今夜设宴款待，又提到金驸马一案，用心何在？用心何在？李大侠，这四个字用得太不礼貌，当然是想助你一臂之力了。哦，小红说我孤零零，其实我是独来独往。这件事情我连小红都不让他插手。更何况是一个素昧平生毫无交情之人，话不投机，美酒也失去了风味，容我告辞。李大侠一定是累了，杏儿送客。Thank you.
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那个李寻欢是个既狂妄又自大，又满身酒气的江湖大混混。你这个金枝玉叶，犯得着看他的脸色，受他的气吗？杏儿，小姐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交代吧。今晚阅兵楼是怎么回事？我到现在还在纳闷呢。崔大人应该有他的侍卫，上关金鸿那儿宴客，应该会加强戒备。四个刺客闯进来，居然行刺得手，还逃了一个。想不通，实在想不通。你去把今晚的事儿查清楚。是。大哥，你是个很有礼貌、很有修养的人。可是，刚刚你的脾气好像大了点，讲话也太尖锐了。大哥，我们不见得要广结善缘，但是也不要树敌嘛。小红，你看到杨颖耳朵上挂的那副耳环美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人家在跟你说正经的，你怎么扯到人家耳环上去了？他那副耳环就是置人于死地的武器，流星镖。啊，这么小？东西虽小，但是威力很大。不管是任何人中了他的流星镖，立刻见血封喉。好歹毒啊！我有三个理由，不想跟他打交道。哦。我最不喜欢，自以为是世上最美、最聪明、最能让男人心动的女人。她的确很美，很聪明，不但能让男人心动，也能让女人心动。而且我也不喜欢在兵器上淬毒的人。他的流星镖上淬过毒？光亮中闪着蓝光，不是淬毒是什么？而且不管是任何女人，只要想跟诗音比，我都狠。大哥，说到这里，小妹就要借机表白一下了。我可从来没有要跟诗音姐比哦。我知道，你一向都很尊重她。不过小红，你就是你，不要想着去代替任何人。记得，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做自己。情况怎么样？崔大人被刺，已经当成一般命案，交由锦衣卫处理，绝对扯不上帮主。指挥使那边，属下已经打点好了。我的客人在我的宴席上被杀，这多丢人呢！而且又在小李飞刀的面前。不命，那个刺客，你本来可以将他生擒活捉的，为什么一剑杀了他，还让孙小红讥笑你，在背后杀人？留活口就会有口供，要牵涉多大多广，实在难以想象。不留活口，锦衣卫查不到，我们查得到，情况掌握在我们手里。小李飞刀说什么为民除害，他显然是在打哈。以属下认为，是有人在搅局。崔大人做了替死鬼。搅局？搅谁的局？不是冲着帮主，就是冲着李寻欢，要不然就是冲着你们二人，绝不是有人非要崔大人的命不可。冲着我上官金鸿跟小李飞刀，江湖上会有这种人吗？明着不敢，所以来暗的。今晚的事件至少起了一个作用，就是使帮主和李寻欢互相猜忌。你又喝醉了。爹，阅兵楼的酒宴不是早散了吗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又听说了什么？还听说的都是您不愿意听的，您就别问了。
金无命，帮主带你比他带亲生儿子还要好，你瞧你办的什么事儿，请人家赴宴，结果人家命赴黄泉，丢人呢，尤其是丢在小李飞刀的面前。飞儿，爹，爹，孩儿想见小李飞刀，你不让去，如果孩儿在场的话，也许就不会出人命了。这无疑是砸了咱们金钱帮的招牌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爹。 你都这么护着金无命，不但会引起众人的不服，将来还会出事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单纯做个薄命的杀手，金无命你还算是个料。帮中其他事务，就交给其他人去办吧。 无命，你去歇着吧。是。 金无命赤胆忠心，为金钱帮尽心尽力，流血流汗。你这样当面羞辱人家，爹，我就不信双手剑客抵不过他单手剑。菲儿，你简直糊涂！我对金无命好是要笼络他，在紧要的关头，他肯为我卖命。爹，孩儿也肯为你卖命啊！傻孩子，我可舍不得你为我卖命啊！ 你是我的独子，将来你要接掌金钱帮，让上官世家一代代流传下去。菲儿，听爹的话，今后在武艺上要多下功夫，不要再做意气之争，尤其是不要跟金无命顶撞，明白吗？ 昨晚你一宿未回客栈，我查了一个晚上，这难为你了。查到些什么？在阅兵楼，被金无命杀死那两名刺客，尸体还停在锦衣卫的仵作房。我查看了他的尸体，他的五官长相，他那块黑衣布料跟裁缝手艺。等到天亮之后，我看了几家布庄子，查了几家裁缝铺子。 瞧您那得意的样子，一定是有了结果了。快说！有人养了一批杀手死士，集中在红叶寺后进禅房，每天深居简出，定时练武，行踪诡异。昨天晚上，在阅兵楼出现的那四名杀手死士，那个杀手死士是谁养的？快说，别卖关子了。上官飞，我真是有点想不透。 上官飞身为金钱帮的少帮主，帮众甚多，为什么还要暗中养一些杀手死士？他到底想要对付谁呢？难不成他想早日接掌金钱帮？不，不可能。上官惊鸿就这么个儿子，疼爱义气，上官飞不可能会有这种愚蠢的想法。江湖上盛传。 他培养一批杀手死士，是要有意的防范金无命在帮中的势力增大。那，他昨天晚上杀了他老子的座上贵宾，是何用意？昨晚酒宴一定是金无命的安排。如果那四个黑衣杀手真是上官飞所派，他只是想让金无命难堪。难道他不会想一想？ 这件事情，对于他老子，对于金钱帮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看来这小子真是个有勇无谋的大草包。不，你错估上官飞了。他聪明，过于算计，武功和剑法都不弱，只因嫉妒心太强，难免有些莽撞。对了，你去给我传个信儿。昨天李大哥喝醉了酒，酒言酒语的。 跟你们家小姐说错了话，麻烦你捎个信儿告诉你们家小姐，我孙小红代替李大哥向她赔罪。我们家小姐啊，大度得很，这生气呢只会让人变丑，会让人变老的，所以啊，我们家小姐是大人不计小人过。
好个伶牙俐齿啊！我们家小姐啊，有一条消息要我捎过来。这位金驸马爷呢，人虽老实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。在东城有一家石花楼，里面有一个歌妓叫江南月，是驸马爷包养着的。这点机密啊，人家驸马爷包得可紧了，连东西两场的密探都不知道。回去告诉李大侠，请他不妨去查问查问。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失陪了。真是强将底下无弱兵。这条路太窄了，这叫狭路相逢。我俩有冤有仇吗？正好相反，想必你也知道我是谁。听说京城来了位惊鸿仙子，相信就是你吧。我只听说金无命反应灵敏，心思细密，剑法歹毒，没想到你还口齿伶俐。你不用怕，在如此绝色佳丽之前，我又怎么会怕？想必你已知道我的来历，所以你那只快手离剑靶很远。仙子的来意，恕在下愚鲁，倒没有仙剑之名，特来指点迷津。在下洗耳恭听。天下英雄豪杰从不在意树敌多少，树敌越多表示他对别人的威胁越大。不过身边有个敌人却不是件好事。这几年武林中由于门户之争、义气之争，几个大门大派经过几番血腥杀伐之后，实力已经大损，唯独金钱帮置身事外未受损伤，反而做大。你颇受上官帮主的器重，几乎是坐稳第二把金交椅。如果上官帮主自认为是武林盟主，那你就是武林中第一人。在下从未有这种狂妄的想法。不过少帮主上官飞却视你为大敌，无时无刻不想置你于死地，因为他觉得你夺去了他的父爱，削弱了他的权力，遮掩了他的光芒。上官飞在西山红叶寺养了好几十名杀手死士，每人得了1200银的安家费用。昨晚阅兵楼梁武大臣崔大人被刺，就是他们干的。上官飞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你在他父亲面前出丑。是哪些布庄送的料，哪几家裁缝铺子量身裁衣，哪几家杂布铺子送米送油，那些杀手死士的安家费用是如何支付的，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可以去查。属下昨晚幸好没有留活口，活口留在锦衣卫手里，禁不住严刑拷打，吐了石，那篓子可就捅大了。爹，您找我有事？你过来。你造反了！爹，造反是要杀头的。你在西山红叶寺偷偷地养了好几个杀手死士，究竟为什么？你说。爹，我是在为金钱帮培养人手啊。本帮有武场、道馆，为什么偷偷地养在红叶寺？爹，您一而再、再而三用这种偷偷的字眼，太刺耳了。想来金钱帮的人太多了，孩儿是想经过严格的筛选，功夫好，忠心不二，肯为金钱帮卖命的人呢？你未经我许可，就在瑞云祥拿了53000两银子，当做那班死士的安家费用，真是胡闹！为他们安好家，他们才没有后顾之忧，才肯为金钱帮卖命搏杀。再说，孩儿也没有狂飙滥赌啊。事先不让为父知道，就是胡来。如果事事您都想知道，那您未免也太累了。再者，如果您老人家没给我一定的权利，
瑞云祥的总管会让我支那53000两银子吗？口口声声少帮主，少帮主，竟然背地里暗探我的行动。不要怪你金大哥，是别人在探你的秘密。这张清单列得清清楚楚。别人？哪个混账东西？吃饱了没事干，尽管他人的闲事。爹，李寻欢一定会笑掉大牙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要静一会儿。爹，刚才您提到的那份密件，孩儿想看一下。在这儿。这个小女子查得还真清楚。我告诉你，天子脚下，你少惹事。孩儿不想惹事，但是不怕事。无命，你最近是不是心神不宁啊？帮主，属下办事一向专注，只是到了京城之后，和一些官府中人打交道，是有一些不适应。哎呀，你不要老是把自己看成是见不得人的江湖人物，也不要见着了戴乌纱帽穿官服的人自己就矮力气。哼，我要他活，他才有机会喘气；我要他肥，他才有白花花的银子。无命，不是我夸赞自己的儿子，飞儿的心思比你细腻周详。是的，少帮主的确非常精明干练。客官几位啊？有个姓杨的娘们出来救你们。有有有，住南山一号上房，我给您通报去啊。哎呀，你呀，看到金钱帮的还不躲远一点，以后少说话就少挨打，知道了吧？是是是，我真多嘴，我多嘴。江国仙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报上名来！你们不配，叫声主任出来。说话如此狂妄，你不配接我们家小姐，滚！住口！堂堂金钱帮的少帮主为何如此粗鲁？兴师问罪还讲什么礼仪？兴师问罪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偷偷探听我的隐私？本姑娘对于一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儿都要弄得一清二楚。本少爷哪一点偷偷摸摸了？手下杀手死士黑金蒙面就不算偷偷摸摸吗？哼，若要保住颜面，立刻打道回府，要不然本姑娘要替上官帮主教训他那个没教养的儿子。犯贱！小姐小心！哼，上官妃，你这黄口小儿该停下来喘口气了吧。找死。杨姑娘，手下留情。少帮主为何对金红仙子如此粗暴呢？是他不对。是你混账，要不是李大侠及时出面，你这条小命早就见阎王去了。少帮主不必详述情况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没有理由指责金红仙子，责人先责己。听说昨夜阅兵楼那四名蒙面杀手是你派的，这就是大大的糊涂。那还请你多指教。倘若我是一个计较的人，会引起我跟你爹之间的误会，后果就难以想象了。这番话少帮主或许听不进去，不过李大哥说的倒是实情。你们轮番教训我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！小红，也许少帮主
自觉受了委屈，所以很生气。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改天由我做动，请你们二位聊聊。好，我今天就给你个面子。走。站住！你叫谁站住？叫你站住，你不是站住了吗？我站住了，又怎么样？带个口信给上官帮主，这里是天子脚下，不是江湖道，他要多多约束自己的帮众，不要招摇过市，嚣张跋扈，要不然会毁了金钱帮的招牌。请吧。上官金鸿真是浪得虚名，金钱帮那么有名，却有一个这么没有教养、不知死活的儿子。方才要不是李大侠及时出面，上官金鸿就要来收尸了。杨姑娘要上官非死，她自然活不成。但是杨姑娘必须想想后果，上官金鸿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他会跟你拼老命的。谁怕？犯不着吧。长蟒仙子方才给我面子，在此谢过。一时气愤就要杀人，我也太冲动了。幸亏李大侠及时喝阻，是我应该多谢李大侠。那你们就互不道谢，彼此扯平了。大哥，刚刚杨姑娘说的那番话，你觉得上官飞会不会告诉他父亲？他不但会原话带到，而且还会加油添醋。这小子唯恐天下不乱，真不晓得上官金鸿怎么会养出这样一个祸根来。听传闻，上官飞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是个心机很重的人，他做事不该如此莽撞的。不过他刚刚身处险境。错了。怎么说？就算我不出面阻止，那金鸿仙子也不会杀他。我只不过是事实给他一个收手下台阶的机会而已，不过却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哦，他那两串耳坠子，八枚流星镖，右边的四枚没有毒，可以伤人，但是不会置人于死地。左边的四枚就是淬过剧毒的。大哥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没想到你观察这么仔细啊。这位仙子势力很强大，不到一个对时，他就可以把许多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。以一般正常的情况来说，他最后那一番话是可以不用说的，他没有必要去挑拨势力浩大的金钱帮。大哥，依你看来，在京城里他一定有所企图，而且是很大的企图。好像在武林当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角色。尤其那位金鸿仙子更不简单，还有那杏儿跟他身边四名女婿，要称他们为五虎上将一点也不为过。没错，他们的确身手不凡。大哥，你说那杨艳对我们是敌还是友？非敌非友，亦敌亦友，可敌可友。大哥，你又在打哑谜了。小红，你平常的时候蛮聪明的，为何总是到了紧要关头却变得糊涂了呢？是敌是友必须要看情势，而且要看如何运用情势。真叫人费神，难怪大哥会希望再回李园去过清静的日子。哎，对了，这一条线是杨艳给的，那今晚你会去石花楼找那个江南月吗？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，当然要去。刚才你所说的没有丝毫的隐瞒，也没有加油添醋，句句实在吗？孩儿句句实言。若不是李寻欢出面，他就要发出江湖上闻名丧胆的流星镖。是，当时孩儿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冲着金钱帮来的，要不然他不必撂出那番狠话。他不拉帮结党，
跟我们没有利害冲突，犯不着来惹我。看来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。爹，武林中哪几个有分量的，数也数得出来。那也不见得，有分量有实力，平时很少扬名的人也很多。菲儿，你记住，如果发现有人招惹我，我就先找他。以你老人家之见，今晚就先动手。无命。照我吩咐准备，起劲就动手。帮主，此举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你怕什么？属下担心此举会使金钱帮数十年的基业毁于一旦。什么？你担心金钱帮数十年的基业毁于一旦？你金无命竟然说出这种狂妄无知的话来！我上官金鸿如今在武林是高高在上，不仅帮主明鉴，凭金钱帮的实力，对杨艳这种小女子压都把她压扁了。只是地处京城，以武犯禁，协众械斗，会触犯官律的。什么官律啊？京城重地，入夜宵禁，内城起京之前所有人员都得回家，外城在午夜之后人员也不得走动，就算在家关起大门都不得高声喧哗。那我明天一大早就去，佛晓动手。属下也认为不妥。